来选择一个唱给大家好不好？好的，来看一下。而且今天咱们是新的直播形式哦，一共有三个机位。第一个机位就是
半身机位，就是我的特写机位，你们可以扣一，到时候。然后二号机位是我的全身机位，想看我全身的可以扣二。三号机位呢，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环绕模式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打出一二三，选择你们想要的机位，到时候呢就会导播切到那个机位，好不好？这么神奇，现在还能切机位了？现在对的，咱们弹幕操控哪个数字最多就切哪个机位的哟，不信你们待会儿可以试一下啊。